我是天津不凡旅行的创始人，文言。咱们不凡旅行呢是一个专门做出境的定制游的服务公司，主要的这个产品或者是主要的服务就是为家庭，然后情侣或者是这个白领这些提供一个出境的定制服务，然后做一站式的一个定制需求。通过他前期的我们对他的一个咨询，他对我们咱们的一个咨询，然后我们会形成一个需求单。根据这个需求单的话，我们会做一个全程的一站式的一个服务，包括一对一的一个所有的旅游信息的一个咨询，还有一个初步线路到详细线路的一个制作的过程，包括最后出行之后客户出行之前，我们会给客户提供一个专属的一个 APP， 客户拿了它出行就会解决在行程当中的95%以上的一些问题。如果再遇到其他的突发事件的话，我们有专门的这个专属定制师为他做24小时的一个后台服务，它包括全程的所有的项目的预定，包括签证保险机票酒店，还有一些活动或者一些体验等等。然后最后客户回来之后，我们会给他建立一个档案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像国外那种私人的医生或者私人的金融顾问一样，我们要做家庭的这个私人旅行顾问。